記憶の港。記憶の港。喂。我处理了啊，我今天花了一下午时间处理了一下，这个肯定，因为加载框也是要加载的，因为不加载的话，有时候点击那个按钮，它加入频道的话就会很慢。然后加个加载框感觉效果还可以，上一次就是加载框加的太多了，每一个都加一个。